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翻嚟食得开心，我系食得开心嘅节目主持人喂食妹 Vivian 啊。人咧除咗食嘢开心之外咧，原来整嘢食其实都可以好开心噶。今日咧我哋就请到邓小姐啦，上嚟同大家倾偈啦，分享一下咧佢整甜品开心嘅地方。邓小姐你好，你好。系咧，邓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其实我知道咧，你哋开呢一间甜品铺咧，其实系四姊妹一起开啦。咁、其实当初咧，点解会有呢个谂法，有一个念头咧？哦，其实系因为我去学整蛋糕，咁跟住咧就整俾屋企人食啦。整俾啲同事食啦，咁佢哋都覺得好食，跟住就話啊，不如即係我哋幾姐妹喺度傾嘅時候啊，咁不如試下開呢一間餅鋪啦，咁樣咯。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啦，係咪你哋四姐妹咧，其實都好中意整甜品啦，同埋食甜品嘅咧？我中意整，就我啲。家姐妹就好中意食嘅，即系你小姐享受整嗰个乐趣，系啊，即系我系比较中意整多啲咯。但系我觉得奇怪咧，即系其实你唔系咁中意食甜品，但系你又会学整甜品嘅。哦，因为点讲咧？我因为我妈咪即系佢煮餸好叻，咁佢教我煮餸，咁之后但系即系成日整中式嘅嘢好闷嘛。咁就學跟住去不如試下學甜品囉。咁但係其實食甜品食甜嘢會好開心㗎嘛。係呀係呀。係真係。所以就去學整甜品囉。我想問一下啦，其實你學整嘢食有幾年經驗啦，同埋到到你學甜品有幾年經驗啦。三年到啦。整甜品定話整菜式，你初初係应该学整啲菜式先，定话系点样？我妈咪教我煮餸就好细个，已经五年班已经开始帮手煮饭。但系整甜品就系三年到啦。咁其实喺学整甜品嘅过程之中咧，有冇遇过啲咩趣事咧？真系好得意嘅咧。其实就系因为整完出嚟之后嗰个制成品。是覺得好靚，即會覺得哇，原來自己都可以做到，咁所以就會好開心，即係好有成功感嘅時候就繼續去做咯。其實我自己咧就好好笑嘅。我自己好鍾意食甜品，但係呢我就唔識整喎，因為其實你知道女仔呢讀緊書嘅時候都有家政堂咁、我試過遇咗一件好苦碌嘅事囉，即好似以前呢整家政堂呢佢會整一個卷蛋嗰啲喎，即係嗰啲卷嗰啲蛋卷咁樣呢，咁中間會有一啲藍莓醬嘅餡囉，跟住我試過呢焗完嗰個蛋糕出嚟之後呢，到我卷嘅時候呢，原來發覺呢嗰張紙呢黐實咗嗰個蛋糕喎，搣唔返出嚟，人哋呢係個個同學都好靚咁可以成張搣出嚟，跟住咧我除咗我之外，另外一個 partner 咧就大家用指甲撩咯，因為黐到實曬，所以就大家咧用啲指甲刮刮刮刮翻嗰張紙出嚟咯。係啊，結果個製成品真係好核突咯。就自此之後就打擊咗我自信心咯，我就唔敢整嘢食俾大家啦。係啊，因為實在太肉酸啦。係啊 ，Miss 見到咧係個個都會試食佢嗰份啦，唯獨是見到我呢個充滿手指印嘅蛋卷之後咧，就唔敢食我嗰份咯。哦，你都應該唔會遇過呢種挫敗嘅事，因為你自己本身有，但係你自己本身有烹飪嘅經驗啊嘛。因為其實煮餸咧同整甜品咧真係兩回事嚟嘅。即係譬如好似焗個蛋糕出嚟咁樣啦，即係之前咧我哋批學批嗰個蛋糕咧係會斜曬嘅，即係你批咗出嚟咧係冇咗一忽嘅，咁即係點算咧咁樣？但係阿 Sir 好好嘅，佢會話翻俾我聽，嗱，如果咁嘅情況唔使驚，即係可以咧自己補翻，因為係DIY 嘛，其實做到點都係homemade。即係有心整咧就好食噶啦，咁所以唔使在乎於一下嘅錯手咯，即係工多係實就得噶啦。我又想請教一下啦，即係如果對於我呢個初學者嚟講咧，即係我資質就比較蠢啲啊、愚蠢啲，咁有冇啲咩甜品咧，其實係好容易整嘅，係啊，可以教一下我，即係好方便。布甸咯，係布甸，好易整，係點整噶？其實。你買即係粉啦，咁落啲魚膠粉撈勻佢，跟住開水，跟住我哋嘅製法咧就係落雪糕嘅，因為一般會用雞蛋，咁因為生雞蛋雞肉粉，咁我哋就用雪糕啦，會滑啲，跟住落花奶，攪勻佢，跟住再落生果。
咁就得噶啦。哦，即系用啲新鲜生果咁样，其实系捞埋一齐，跟住搅匀佢。系啊，即系其实搅匀晒之后，嗯嗯，其实第一个唯有一个技巧就系你搅匀啲花奶，一路落一路搅。嗯嗯。吓，咁你搅匀咗之后，跟住再落生果搅匀佢。哦。系啦，咁就得。但系生果系要切一粒粒细粒嘅，系咪啊？有冇话其实咩生果唔可以落落去啊？同埋其实有咩生果落落去系最配嘅咧？啊，芒果系最配。嗯嗯。咁譬如士多啤梨啊嗰啲都好，即系好多小朋友中意食嘅。嗯嗯。咁有冇话咩生果咧系唔好衬布甸嘅咧？因为咧有阵时咧我之前咧都访问过一啲做甜品铺嘅老板啊、师傅啊，佢哋话咧，其实可能有啲比较刀汁啲嘅生果咧，落落某一啲甜品度咧，其实系唔系咁好啊？会唔系咁夹啊？系咪？系啊，即系如果多汁得滞，嗯嗯，咁如果落蛋糕度就真系唔得咯，即系你会令到佢湿咗嗰个蛋糕，你食咗落去就怪，即系好似你食咗个湿嘅面包咁，即系好似怪咁样咯，吓。咁跟住咧，搅匀晒啲材料之后咧，跟住又点做啊？咁你倒落去个容器度，跟住摆喺雪柜雪，即系一般家用嘅雪柜两三个钟到咯。哦，系啦，咁就 OK 噶啦。嗯嗯，我想问你中唔中意食啊？我中意食布甸。咩味布甸啊？芒果布甸。嗯嗯，咁其实你之前都会一路整，因为自己中意食啊嘛，应该都会经常整啊。咁其实平时你一整咧，会整几多度？整几多？一底八个人，即可能一个八寸盘咁样咯。嗯嗯，系。咁啊，每人会成日整俾人食。嗯嗯，系一齐分。嗯，咁我想问一下啦，其实你哋几姊妹啦，有冇话分别中意啲咩甜品多啲咧？中意咩甜品？嗯嗯，即系可能大家姐啊、家姐啊、妹妹啊，佢哋又中意啲咩甜品？咩味道嘅甜品？哦，其实佢哋通常中意食绿茶。嗯嗯，栗子、芝士。嗯嗯，呢三样嘢佢哋好中意食嘅。嗯，我就中意食朱古力。系啦。嗯嗯，都系大陆容易配搭噶，系咪咧？綠茶就難，即個綠茶會難啲咯。嗯嗯，佢難喺邊度咧？綠茶係因為如果你嗰個粉落得多，會鞋口。哦，原來係咁噶。係啊，嗰個粉，即譬如，因為你會溝綠茶粉噶嘛。嗯嗯。係，如果太多又會鞋口，但係你太少又會唔夠嗰個香，即係冇嗰個味道咯。嗯嗯，我想問一下啦，嗰個綠茶粉嘅選擇咧，係咪都要注意呢？因為咧，其實市面上可能會有啲綠茶粉咧，會磨得冇咁幼細啊，會唔會咧？通常我哋揀日本。哦，嗰只真係滑好多嘅。嗯嗯，係啊，即係其實嗰只粉係直情你可以沖綠茶飲。嗯嗯嗯，係啊。因为有啲系真系咧，系搅极咧都仲有一阵粉喺度噶嘛。你知如果一食到蛋糕，食到啲咩，你仲食到嗰阵粉会好，哎呀，成个破坏咗个味道啊，成个观感啊。系啊，嗯嗯。咁但系如果卖，即系佢其实如果我谂嗱好食系选料啦，嗯嗯，即系譬如舍得买啲好啲嘅料咧。咁系会好味嘅，嗯嗯，即系譬如你譬如我哋买日本嗰只綠茶粉，直情系你唔使磨，你直情开水都得嘅话，嗰只会滑身啲。嗯，啊，咁我想问一下你啊，其实喺学习整甜品嘅过程入边咧，有冇遇过一个甜品咧，你觉得哇好难整啊，要花好多心机先可以克服到佢啊？有冇遇过咧？有。嗯，可唔可以俾我例子？嗰只系意大利朱古力嘅蛋糕。嗯嗯，其实咧，我学嗰阵时整完出嚟好好食，我觉得。咁跟住自己要去练习去整啦。咁个底系比较难嘅，即系佢因为唔同一般海绵蛋糕嘅做法。嗯嗯，吓咁但系就是要克服佢啦，因为我即都几麻烦嘅，原来系，即做个程序好多，个步骤有好多，但系就系要克服呢样嘢。OK， 明白。我哋而家咧先嚟休息一阵先啊，邓小姐。我哋转头咧再继续同阿邓小姐倾过偈啦，讲下呢一个咧学整甜品嘅心得噶。转头见。全港首创即汤游水烧龙虾，特价38元，
还有秘制五色生蚝和过百款烧烤任你选。想试下怎样将川式烧烤融入港式风味，那就快点来佐敦的龙虾烧试下啦。订座电话27800088。除菌防霉辟味，一支避长炭净化家居无困难，全港唯一避长炭专门店炭资源。小风波大控诉，串烧内容齐齐报，人气话题有问路，单单打打嬉笑怒骂，嘉宾主持不分上下，恶搞城中热话，吹水拦夹乜都得，热爆话题乱咁啊！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，在这书里面所记载的是一个个的传奇故事。黄金屋不单止一个讲书的节目，也是一个讲人的节目。每一集我都会请不同的嘉宾上来，跟大家讲他们的经历，讲他们的人生感悟，逆境自强，同时也会分享一些曾经影响他们生命态度和决策方向的好书。黄金屋不单止讲人生，而且振奋人心。日日好生活，新势力主持每日送上精彩生活资讯，同你品尝各种口味，享受丰富美食。时尚服饰即时 show 俾你睇，潮流达人教你化靓妆、换新 look， 创意无限，发挥你嘅艺术细胞。仲有艺人上嚟倾下偈。色香味俱全，是不是有足够营养的？生活的坏习惯怎影响我们的健康？吃什么补品才补得回呢？健康知多些，由专家告诉你，教你活得更健康。冲破地域界限，穿梭游戏人间，挖宝典潮爆玩，又怎止刺激这么简单？分享潮流珍品，搜藏无价宝物，搜索激新玩意，又怎可以没有你们份啊？玩家达人预埋你玩。全新电视频道 A+ 优质生活台，优质节目带你了解生活，享受理想生活。健康饮食、高消费娱乐、金融财经、时尚潮流、品味消闲、衣食住行、吃喝玩乐，应有尽有。还有玄学宗教、宠物护理、名人专访，启发你的思维，扩阔你的视野。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，由 A+ 开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翻翻嚟食得开心。继续有我喂食妹 Vivian 啦，同埋我身边嘅嘉宾邓小姐嘅。系啊，邓小姐，头先咧你就同大家咧分享咗，其实咧你喺呢个学做甜品嘅时候嗰个过程啦。咁我想问一下啦，当初你哋咧四姊妹咧开一间甜品铺嘅时候咧，嗰、那个理念系啲咩咧？其实我哋系想客人食到，因为我哋自己本身几姊妹，除咗我妹妹之外啦，我哋都系做咗人妈咪，即系我哋好想客人入嚟食到妈咪做出嚟嗰份。那個甜品那個温暖咯，即係同埋係即係食到嗰一份嘅感覺，即係會開心啲嘅。即係唔係即係再唔係機制嘅啫。即係有家嘅感覺，係温馨，係啦，好似喺屋企食飯，媽咪整嘅嘢咁樣，係啦，媽咪整嘅餸啊、甜品啊咁樣，係咪？我想問一下啦，其實你哋四姊妹啦，分別咧喺甜品鋪入邊嘅工作又係啲咩咧？我家姐負責係鋪面嘅，咁第二個家姐就負責財政上嘅嘢啦。咁我負責係做整嗰個咯。咁我妹就會負責係即系同外間聯絡咁樣咯。我想問一下啦，其實咧。我不知道外面的甜品店是怎樣，他們是否都是用回家裡那種
用嗰個焗爐啊，即係好似用焗爐嚟做例子啦。我知道咧，好似話其實你哋焗爐都係用翻家用嗰只焗爐喎，係咪？點解要 keep 住咁樣要堅持咧？譬如你喺屋企，你一定係用個細嘅爐，你唔會用一個大，無端端買一座大嘅爐啊嘛。咁嗰個焗出嚟嗰個效果同埋嗰個感覺，就係正正係好似喺屋企焗翻出嚟嗰種。但是呢我想问一下，其实呢开一间甜品铺，如果个客人呢多了 order 是要用呢焗炉要用到的甜品，哇，其实那个量呢未必应付到，是不是？是会辛苦一点，真的，即是可能一次可能入两个小或者一个大的，就是这一份的，即用呢一樣嘢去做翻你哋食嗰個感覺，就真係有唔同咯。即係逐個整。其實咧，會唔會喺口感上或者外觀上有唔同咧？即係如果用一個好大嗰個焗爐去焗，同埋咧，其實用翻家用比較細啲嘅焗爐去焗咧，即係佢喺外觀上面啊，即係可能個大細啊，嗰、那個膨脹度啊，同埋喺食落去嗰刻個感覺咧，其實會唔會都有所分別咧？其实如果焗出来的效果呢，应该大致上很大的炉和小的炉是没什么分别，即是焗出来，因为温度啊各样是差不多的，即是可以调校的嘛，那个温度是那个炉，但是感官上和你吃下去那一下，因为其实我仍然是用手打的，不是机打，即是因为每一个用手打的力度有不同咯，所以应该你们即是吃出来的那个蛋糕呢是真的松软一点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其实呢因为始终用这么小的焗炉呢，万一即是如果多了客人 order 的话，其实会不会即是影响到那个生意额啊，那个量啊，各样东西呢？因为你知道其实香港人呢都会比较怎样讲比较急一点嘛，即是呢一坐低咦最好尽快就即刻有一食咁样噶嘛，系咯？我哋都会量力而为，同埋都唔系得一个炉嘅，即系虽然我哋用细炉，都有几个，系啦，即系几个都可以支持到嘅。如果同一时间个个都嗌要用焗炉用嘅嘢，预先整定咯。系啦，即系预先整定会唔会又冇咁好咧？其实蛋糕咧系即系你要即系整起咗之后，你雪一雪佢咧先好食嘅。原来咁嘅，但系其实有咩甜品系需要用到焗炉噶？呢样嘢我想问好耐。蛋糕，系啊，蛋糕即系其实焗个蛋糕底啦，系就要用嗰个焗炉啦。但系会唔会其实你哋铺头咧好多甜品都需要用到蛋糕底，定系其实都未必嘅咧？一半咯。系啊，一半个蛋糕底啫。我想问一下啦，其实咁耐以嚟咧，即系我想问一下你系开铺几耐先甜品铺？开铺啊，9个月到啦。咁其实喺呢9个月入边啦，你哋几姊妹咧会唔会因为可能工作上啊会有啲哎呀有啲敏感啊，会可能嗌交咁样，有冇试过？有。梗有。即系因为啱啱我哋一齐试呢样嘢都系。即係初初試咯，咁有陣時可能大家都會比較主觀嘅，即係可能我要咁樣去做，可能第二個有唔同嘅諗法，即係有一個磨合期咯，係啊，會噶。但係其實有冇話最印象深刻咧？係邊一件事真係鬧得好勁啊？開頭因為開鋪冇耐就聖誕節啊嘛，咁唔係即係又唔係鬧得好勁嘅，即係因為好多 order。突然间都未揣摩得到点样去快啲去做，即系变咗咧会即系可能挨到半夜，即系整起晒嗰啲 order 会好攰，大家会好辛苦咯，即系都会问啊点解唔可以咁样啊？咁可能我有我坚持，就系我要咁样咯，即系大家的做法会有唔同，即系呢一次咯。但系之后原来有咗个经验之后咧，大家可以攞到平衡嘅。但系最后尾点样解决到咧？即系点样冇事翻？大家唔好讲嘢住，即系我得低头做嘢系啦，佢有佢哋去洗嘢或者去 pat 嘢咁样咯。大家唔好讲嘢住咯。其实好彩系因为我哋姊妹一路嘅关系系好嘅。系啦，咁所以唔会特别话因为一件事就
即刻冇嘢，即係會反面啊？你唔會咯？嗯嗯，咁邊個踏出第一步講嘢先咧？即係大家做嘢時候，邊個？咦，我踏出第一步講下嘢先。如果唔係，好似好沉靜咁。通常咧，我啦，或者我大家姐咯，都會，因為我其實咧好得意，我整嘢嗰陣時，就算係我個腦會諗其他好多唔同嘅嘢，但我會諗有陣時諗諗下，我自己都會喺度笑噶，即係冇用笑去化解咗一件事咯。係啊，係最好係，即係有陣時冇辦法，你要扮冇嘢咁咯，咁樣就當算數咯。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，因為我成日都係咁。係啊，你一笑咧就開始大家會冇咁僵。咁初初其實啦，一開鋪嘅時候有冇困難嘅地方？可能喺揀選一個地址嘅時候啊，有啊。可能其實有冇請員工幫手？冇，都四姊妹自己分工合作咁。其實好辛苦喎。媽咪來幫下手咯。咁喺揀選嗰個鋪址嘅時候咧，有冇都哎呀好動腦筋，好犀利啊？有啊，即係又想近啲，即係自己住嘅，又或者即係想揀啲平啲嘅。其實啦，講咗你咁多嘅自己嘢啦，咁我知道你好好啦，其實都帶咗一啲圖片出嚟咧，同觀眾分享一下啲甜品嘅。我哋可以先睇下啲圖片先。係。哇，這個好靚喎！一睇我估應該係綠茶。係。這個咧就係京都鐵路。其實佢個製法係點樣噶？其實係綠茶蛋糕啦，加咗紅豆慕斯。咦，我哋睇到呢一幅咧，好靚喎！呢幅圖片，其實佢係咩蛋糕啊？這個係草莓雪之源。哦，咦，其實個名好得意喎。係啊，係咪諗咗好耐啦？哦，這個係我妹改噶。哦，係啊，即係佢發揮佢嘅長處。其實我覺得咧，整甜品咧有佢個難度之處，另外一個難度咧就係諗個名，係啊，點樣去吸引人哋？因為有陣時咧，好多嘅顧客咧，其實一睇，即係我自己都會有陣時咧睇到嗰、那個餐牌上面咧，我說咦這個好得意喎個名，跟住我就會問咦咩嚟㗎？有啲咩㗎？係，跟住咦幾好喎，咁試下咯咁。是啊，其實是不是都想了很久啊？我應該是那個蛋糕我製作了出來之後呢，那我妹去看，那她就去想咯。通常我想她喝快的幾個字咯。有時一兩日咯。哇，其實靈感的東西真的很難說。是啊，一下一湧現就殺都殺不住。我想問一下，其實呢這個蛋糕它有什麼材料呢？蛋糕是普通清蛋糕啦，即是烤麵蛋糕啦，裡面有士多啤梨幾黏，就是不多。但個製法又是怎樣啊？又是焗了個蛋糕底啦，清蛋糕，咁就會揾嗰啲忌廉咯，中間其實是士多啤梨肉嚟嘅，咁其實最特別是面頭是凍直咗嘅士多啤梨。即係其實佢海綿蛋糕與海綿蛋糕中間係咪仲有啲士多啤梨？夾士多啤梨，係啦，再加陣 cream 咁樣。係啦。哦。咁嗰個 cream 會比較薄啲嘅，其實。點解咧？因為即係如果。而家好多人咧唔中意食咁多 cream 嘅，系啊，咁著重生果多啲，就忌廉少啲。我想問一下咧，其實咧海綿蛋糕咧，要整到咧佢咧嗰個口感好啊，即係軟綿綿嗰個感覺咧，其實有冇啲考技巧嘅地方？要打耐啲啦。系啦、啊，即係打到佢即係用打有啲心機去打佢啦，即係打到佢會長啲嘅時間。咁佢就會鬆軟啲嘅。即係最緊要打耐啲。咁個材料嗰方面咧，其實係咪都要配搭得好好咧？其實係雞蛋糖。低筋粉啊嗰啲咁樣咯。油啊水。配搭得好好。其實你主要是打佢咧，打到即係佢唔係一劈張咁，就打鬆佢。咁就會鬆軟啲嘅。因為咧，我之前學整佢係咪咧會有啲話要打，係咪要打空氣入去？係咪呢樣？係啊，哇！因為以前咧又講翻啦，
家政堂的时候，因为我哋咧唔系用电嗰只啊，唔系一只电仪咁样嘅，我系用发嗰只啊，哇得未啊，得未啊，个个啲巴巴肉咧就喺度练紧巴，得未啊，老师得未啊 ，Miss 得未啊，哇其实系好辛苦噶，但系你有冇一个概括咧个时间咧，可能诶、要打起码最少打两三分钟咁样啊？我唔止，如果用机打啦，唔止，我谂。五分鐘到啦，如果概括，當然你要視乎嗰個蛋糕大小，即係譬如份量多大啲嘅，你即係要用嘅時間真係要多啲。嗯，明白曬。今日真係好多謝鄧小姐抽時間上嚟同我哋傾偈啦，同埋教識咗咧我哋點樣整蛋糕啊，同埋分享咗咧佢整蛋糕嘅樂趣嘅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大家如果想知得更加多嘅話咧，歡迎致電6894-8339噶。好啦，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